频道美综合报道。巴西籍女模圣皮耶 SABRINAJALESST 皮耶长相美艳，身材火辣，曾替许多知名品牌拍照。2016年入住加州某饭店，竟遭床上臭虫咬伤，全身布满红色疤痕，模特儿生涯几乎被毁。据外媒报道，郑皮耶前年因工作关系入住加州棕榈沙漠饭店国宾套房，没想到睡了一夜竟发现全身满是红色疤痕，他认为是床铺不前进，经检查确定是遭臭虫咬伤，但因拍摄工作马上就得进行，仅能尴尬硬上，之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治疗，无奈还是留下些许疤痕。模特儿之路自此遭受羞辱于青史，心里留下极大阴影，气得控告该饭店。圣皮耶的律师表示，圣皮耶全身上下几乎都被咬伤，更里根本就是一场灾难形容。这次经验对圣皮耶就像一场噩梦，他到现在心中的创伤都无法平复，且肉体上受到的伤害有多处还在后续治疗中，直到现在他仍无法走出阴霾。要知道，许多人身上会留下永久的疤痕，这对一个模特儿来说是终身的伤害。饭店方则否认，只当天已检查过应该房间，还请除虫公司前来查看，但什么都没发现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臭虫通常都是来住宿的客人不自觉带进饭店来的，饭店只要发现就一定会立刻处理，目前案件于加州法院进行审理。圣皮耶拍摄自 Instagram， 圣皮耶入住饭店全身遭臭虫咬伤，拍摄自太阳报，圣皮耶的脚上有多处遭臭虫咬伤的疤痕，拍摄自太阳报。